领跑第一棒，有压力。那么本次飞行终于更近距离地领略了外太空奇妙的感受，可以说第一次出舱兴奋、激动、震撼多一些，第二次出舱更加的从容、淡定，有时也会做一些梦，比方说我们出舱之前，我也在想出舱的时候会不会碰到外星人，碰到了外星人我用哪种语言跟他们交流，是否还用肢体语言。